十几万人口的一片小区，这些菜有的是自己种的，有的是拌的。卖菜早点，社区大都是这样的。现在搞不到，老弟已经吃了早餐，准备来摆，准备来在一起摆山海经了，闲聊了。一个大的小区居然住了几十万人，周围很多片这样的高楼。破旧汽车改成修车铺，各种。今天不上学吗？你怎么还没上学？我们是休息一天。休息一天啊。比如说幼儿园也上学了啊。啊，是幼儿园也上学了。保卫工地的工作在哪里？是附近的菜场。不停的吆喝，今天星期一，孩子们都上学去了。哦，你涨跌了呀？附近居然还有一所，还有一个工厂，很少见。青椒2.9元，土豆1.3元，洋葱1.8元。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制药厂，这是一个制药厂。全国文明单位，飘了一阵刺鼻的气味。一种刺鼻的气味，我们还有制药厂。上学的孩子一路奔跑。手撕包菜，还有一个小餐厅，豆回锅肉，
社区，群居的社区，旁边还有个学校，学校这是个专科学校，然后中产阶级聚集的社区，早上城管来清理街道，不忘摆摊，我们就要收摊的，摆地摊的，来推销商品。早上9点多，摩天大楼。90年代、80年代，一直延续到现在，还有很多人以摩天大楼为时尚。车满为患，人口密集的国家的一个小区的例子。这房子挨得这么近，这么高。车子停在人行道上，房屋出租广告。这个建设，工作，工作呢？技术啊，工作。老年人睡不着已经起来了，帮忙带孩子的老人，闲聊的老人，孩子很少。武昌的南湖片区，所以到了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，最多的经济适应房，大片废弃的土地，烂尾楼，这一片都是大片废弃的土地，烂尾楼。这一片都是好大一片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中国。用废弃的烂尾楼、废弃的土地，农民来开始种菜了。荒草有一个人多高了，你难以想象，这也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真实情况。摩天大楼黄坳的周边，一大片废弃的土地，农民在这里见缝插针种起了菜。蝴蝶飞舞，近一片废弃的工地，骑行2公里，用时30。
13分钟。你在订阅我的频道吗？你在观看我的频道吗？亲爱的朋友们，跟随我看真实的中国，一大片烂尾的土地，烂尾的废弃的工地，这也是中国。这可以买菜不师傅？可以买菜吧？什么菜？嗯，折叶菜。哎，折叶菜。黄瓜。哎呀，哦，哎呀，那这个。哈哈。要不要？我等下回来，下班回来呗。下班回来。有下班人有人吧？下班几点钟？6点钟啊。6点钟有个，好吧？有人。好，等下过来买。这菜炖的蛮好、哦。还在大规模的拆迁，还在拆，这边还在拆。前方经过五个工作，继续前行。
后的九个钻戒，最后的九个。